哦，我这个声卡听脚步咚咚响，有什么用呢？不还是不这个楼倒了，这个。我说要吐，痛也好，我跟着你。哦，我操！我真的手有点没力气了。这人被我打两下，还要凶我，你在干嘛？去救了。楼下，看到，就等他。把路拉过来。我操！我真的没力气，是吧？好、啊。现在这边人拉开了，有个人拉过来了，我刚看到的。能不能偷他一个？小车库的。倒了吗？倒了。那个迷你倒了。一个地下，一地下。一楼吗？在。这个呆逼，我操！那边应该在救人。哦，没有，是吧？哎，你头顶那个你打倒了吗？死了，听到了。我操！老子晃着头被他他妈两枪投了，给我三刀，没他们都残了。打标了，黄标死了吗？没，黄标是没死，黄标是最后一个。得压他，出来了。我去，这他妈的咔咔杀，杀了八个了。这里有人啊，我要退，往下坡，我往下坡跑了，顶坡这个人应该救不了了。啊，好厉害！他这里有人的，这里，现在应该在这里。我找，看到。刚刚打你的人在哪？不对，刚打你在哪？在矿山南边，破上吗？带着吗？他两个残血，倒了。好惨，我不知道，在这里吧，这种地方的应该。对，错掉。哎，我不应该想救你的，故意，我他妈的一回头直接给他干死了。你往前跑应该也死了。往前跑，马上就跑得下反坡了。就可以救。